近日，演员王骁的父亲、知名导演王群因心血管疾病去世，享年79岁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原来，王骁并非普通中年男演员，而是出身于演艺世家，母亲是著名电影艺术家王富丽，而他则是家中的独子。10月5日，王骁发布讣告，透露父亲去世的消息，告别仪式已于9日举行，好友送上花圈悼念。王群生前培养了许多学生，去世后学生们纷纷发文缅怀。王骁在娱乐圈多年一直保持低调，凭借自己的实力在《凡人歌》《志愿军》等作品中表现出色，虽然外形不算出众，但他凭借出演小人物而赢得观众喜爱，成为书圈男神。早年王骁曾在嘉行自制剧中担任配角，如《盛夏晚晴天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等，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是嘉行股东之一。如今他已经离开嘉行，戏路也有了很大变化。王骁的成功离不开父母的教导，最后也希望王骁父亲一路走好吧。